我今天来是为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要来拿3000万。哪来的3000万？我弟弟、我妈妈就坐在电视机下面，我就突然间说我要去上这个节目，哎，两个呢异口同声，千万不要！好，我今天千万千万千万，我特别看好我妈妈跟弟弟看。请锁定《武力全开》，由艾迪亚化妆品冠名赞助。